啊，这样你来上班多少天了，到现在都还在迟到，你都不想的货已经赶不出来了，这样子害大家晚上都要加班。当今社会做一名外劳也相当不容易了，每天这样骑脚踏车上下班，因为时速不快而迟到，被老板骂又要加班，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恶循环。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，是时候发挥我们的长才，让他们感受一下台湾人的热情。阿正，小哥哥，我们 Let's go！OK， 那经过我们辛苦的改良之后呢，终于来到我们测试的阶段了。来看一下，3, 2, 1, go！ OK， 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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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慢一点。我想要是。OK， 那实验失败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不行嘞，真的无法，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哎，好啦，那经过我们刚失败的测试，我们来进行真正的改良，去啦！可以打成更细的粉末，那我们装进去那个泡管里面的时候，它燃烧才会更完全。开始吧！好，来来来，开箱开箱。哇、哦，这是台南的空气吗？哦，太甜了！现在我们要来填装。那这个部分比例啊，那一些我没办法教你们，因为教这个部分是基本方向，所以我们直接开始。OK，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，所以先做了这个小管的飞弹音号来做测试。我们要准备这个无线点火系统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干！这很贱吧？可以，我们去测试吧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测试小管飞弹吗？有个片段遗失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总之后来飞弹试射完毕之后非常成功，我们就回到工作室继续做我们脚踏车。那我们把镜头转给荧幕上的健宝吧， Let's go。 OK， 那我们脚踏车的后座已经装置完毕了，那我们准备来制作我们六光火线，就是这样吧， Let's go。 Maybe half past two, a little drunk when I'm alright, cause I've been hanging with you and it feels like love.我们脚踏车的后壁，两管齐发的概念呢。I think about you and I want you here with me. Am I out of
my mind, or is this how it should be? You made me sing about love. So just tell me if it's wrong, but it feels like love.我就觉得说什么引爆装置一定没有那么狂飙。看现在是凌晨四点，等下就要开拍了，干等点的钱不能点起来，他妈这个硬号。哇，这样拍真的蛮帅的。多的消防设备以及非常多的人员在旁边 stand by， 那我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护具啊、帽子，然后来做测试，怕等一下真的超高速。那没有这些人员跟专业知识的话，就请勿模仿了。对，那希望这次也不要被黄标。那我们准备来测试吧 ，Lego。好，那么现在先把自己交湿一下，以免等一下，以免等一下变成僵尸。对对对，干对 ，OK， 不要讲那么那个的。有没有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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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好，二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来，一开始先慢慢喽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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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测试快点！加速！加速！加速！他妈异常，成功啊！这到最后根本不是我在踩，是他在推啊！干，这根本没有
我们试过一次，就拿去给我们的外劳阿江吧。老板，来，等，怎么样成功啊？你失败了，你掉了，真的我无法啊，给。怎么在你那？霸气吧！那么话不多说，一样拿去给我们外劳阿江吧。Let go！ 哎，干没坏，还可以骑哎。哇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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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台湾的热情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哎、欸，你觉得要调整哪里好？我突然有点慌。调整你说讲的话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懂啊。没有，我先看一段哦。